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瞎鸡巴谈。世界赛期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自己喜欢的 LPL 战队加油？就在不久前，在前线征战的 RNG 却后援起火了。RNG 作为最老牌的几个电竞战队之一，前身是2012年成立的皇族电子竞技俱乐部，尤其是在英雄联盟领域更是有着超前的影响力。在2018年小 IG 夺冠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战队的影响力可以超过 RNG， 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队内拥有几位明星选手 UZI、 麻辣香锅、 LightMe、 小明、小虎以及后来加入的 Kasa， 确实顶着全华班的旗号收获了不少粉丝的喜爱。但是呢，随着越来越多选手事件的曝光， RNG 在外界眼里还有一个称号，合同的神。10月8号下午，退役的明星选手麻辣香锅在微博发文，表示将起诉上饶市天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拖欠工资。而这个天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 RNG 同属于加盟公司，也可以理解为麻辣香锅将起诉自家的老东家 RNG。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麻辣香锅作为 RNG 曾经的老牌选手，为 RNG 的辉煌做过不少的贡献，于情于理都不太可能和老东家兵戎相见呢。事实上，在麻辣香锅爆出的消息中，他表示 RNG 拖欠了他两年价值数百万的工资，直接导致他现在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地步。近期的直播中，麻辣香锅还在向网友抱怨自己已经付不起房租了，房东要求他三天之内就要搬走。这一下，网友们出奇的团结，都在声讨 RNG 俱乐部对于退役选手的不公正行为。好家伙，拖欠工资还一拖就是两年，这基本上属于严重违法的行为了。而这一切究其原因，都和 RNG 当初和选手们签下的合同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已经不是 RNG 管理层第一次出现问题了。这几年来，上到教练分析师，下到选手，哪怕是其他战队的选手，都和 RNG 闹出不少纠纷。早在2017年 RNG 刚组建全华班的时候，不管是教练和选手，都是妥妥的中国人。在当时韩援当道的 LPL， 着实是一股清流，因此也赢得了网友们的好感。都期望着 RNG 可以在世界赛上取得好成绩，重振 LPL 的雄风。当时的教练 Firefox 风哥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虽然那一年 RNG 梦碎鸟巢，止步四强，但是谁能料到，这已经是 RNG 取得 S 赛最好成绩。S7 世界赛失利之后，看着三星和 SKT 会师鸟巢，既遗憾又失望的粉丝们，把大部分原因归咎于教练的 BP 上，指责他为什么不搬加里奥。赛后风哥也是引咎辞职。但是能将 RNG 带进世界赛，已经充分说明了峰哥的能力。就当大家好奇峰哥接下来将会去哪支战队任教的时候，他却在脸书上放出了自己的求职公告。这份求职公告现在看来依旧是十分心酸。峰哥表示自己在2020年8月份之前都不可以在 LPL 任教，虽然当时离开的时候说是因为身体原因，但不可以在 LPL 任教就有些问题了。这样的情况一般只会出现在竞业协议中，比如在某公司离职之后都不可以从事同类型的工作等，这就是所谓的竞业条款。这一类的条款在很多公司中都有存在，毕竟有的工作是需要技术保密的。但是纵观任何职业战队，哪个教练不是从一家俱乐部离开之后就去另一家任教的？虽然合同肯定是经过双方沟通签署的，但这却直接导致一个顶级教练三年来无法为 LPL 出力。峰哥最出名的峰之 BP 也消失在江湖中，直到今年年初峰哥才得以回到 LPL。但是经过 Vibo 打 V， 老子很狂的爆料， RNG 曾试图联系峰哥再度回 RNG 任教，但是被峰哥拒绝了。当时宁愿没有工作，也不想再回 RNG。 这背后说明了什么就不用多说了吧。合同这个东西肯定是具有法律效应的，相信峰哥本人也很明白自己当初签的这个合同意味着什么。但 RNG 管理层的合同确实太没有人情味了点，不仅是选手，教练也同样是吃青春饭的。沉寂了三年，峰哥可能很难再回执教的巅峰状态。后来闪天狼的老将牛排到 LPL 执教，也是在 RNG 待过一年，不过后来是比较顺利的抽身转会到 FunPlus， 想必也是吸取了峰哥的前车之鉴吧。不仅如此，前两天刚和女友求婚成功的 UZI 也和 RNG 有着很大的矛盾。当然这里先恭喜一下泽泽哥，大家都知道 UZI 作为 RNG 队内的绝对元老，从 S3 开始就为战队效力。虽然 UZI 也一直饱受诟病，什么洗澡狗啊、捡灯笼啊，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英雄联盟的影响力。一提到传奇 AD， 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小胖子，就连拳头在制作 MV 的时候也多次出现了他的身影。不过好像现在拳头移情别恋上了阿水，由于伤病原因， UZI 在 LightMe 和香锅相继退役之后，也选择了退役休养，当起了主播。去年在厂长宣布复出之后，大家又开始关心 UZI 什么时候复出，毕竟他的技术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是个顶尖 AD。而且他还和 Rookie 重排的时候开玩笑似的说自己要去 IG 试训，这一下引起了粉丝们的强烈反响。自从阿水走后， IG 的下落一直不尽人意。别说了，这不是 Wink 的锅，那如果有神的加盟，再加上 Shy Rookie， 三叉戟又可以重建了，到时候拿个 S 赛冠军那还不是洒洒水了。大家纷纷跑到王校长的微博下面让校长把 UZI 买了，
结果校长自己爆料出来，不是我不想买啊，但是 UZI 有着很复杂的合同，想要复出就只能在 RN 界，其他战队想都梦想。但是来 UZI 自己又不想受到合同的神的限制，所以啊，宁愿荒废着自己的能力也不复出。校长的话基本上算是个实锤了，证明 RNG 的确存在着很严重的卡合同问题，气得网友们纷纷为小狗鸣不平。不久前 RNG 老板亲自站出来澄清，说网传的卡合同啊都是谣言，我们和 UZI 合作的挺愉快的，不存在强买强卖的。这波估计自个儿说的都心虚，不然没多久 UZI 就发了微博表示自己的经纪约已经从 RNG 转到了 PDD 旗下的小强大鹅，并且刚转会就直接取关了 RNG 的官方微博，简介里也再没有和 RNG 有关的信息。还是那个大 V 老子很狂，站出来为广大网友解释，原来 RNG 将经纪约卖给了小强大鹅，也就是如果有战队愿意要 UZI 就只能和他签职业合同，但是职业战队对于这么一个明星选手，谁要的肯定是考虑他的经济效益，但经纪约又被卖给了直播公司，所以UZI 对于任何战队来说都属于鸡肋般的存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变相的等于阻断了 UZI 的复出之路。这一波啊，这一波叫杀人诛心呢，杀人诛心，杀人诛心。这也导致了 UZI 的女友在网络上疯狂的吐槽暗示，粉丝们直呼 RNG 管理层真的是要毁了小狗。后来 UZI 也和 RNG 疑似彻底撇清，再无瓜葛，就连 RNG 的比赛他都是通过套娃的方式去香锅直播间观看。在一次直播中 ，UZI 更是告诫房管，刷小虎牛逼、小五猛的都不许封，但是刷 RNG 猛的让房管自行解决。猛的都别一个都不能封啊，封了我就把你房管撤了。但是他刷 RNG 猛的，你可以看着情况。另外，之一就是对于曾经的队友，我是支持力挺的，但是对于 RNG， 尤其是管理层，哼，那就只能呵呵了。直播里他还表示自己是被 RNG 抛弃的人，自己实力不够。我是被 RNG 抛弃的，没办法，兄弟们实力不足就是这样的，兄弟们电子竞技实力说话，你们知道吗？实力真的不够吗？恐怕只有他自己明白其中的苦果。对于一个明星战队来说，应该很多选手挤破了头都想去，毕竟明星战队意味着高流量、高曝光以及高收益，就像是 IG 的下路组合南风和泡芙，原本在 VG 战队知名度并不是那么高，但是进入了 IG 之后确实引来了很多粉丝的关注。2019年世界赛之后， IG 遗憾落败 FunPlus，本以为来年三叉戟会继续征战，但整个春季赛都看不到 JK Love 的身影，大家都还疑惑阿水去哪了。结果到四月份才爆出来阿水加入了 TES， 起初粉丝们还不理解 IG 为啥放走了阿水，校长也不像缺钱的人呢，后来就怀疑是不是 IG 的管理层也出现了脑瘫。别说了，接好了这个锅苏小洛。结果呢，阿水的经纪人兼表哥发了一条微博，表示是自己的脑瘫行为坑害了阿水，导致他春季赛都不能上场。原来是转会期间传言 UZI 要退役，阿水的表哥就私下里接洽了 RNG 管理层，带阿水签署了转会的一项合同，两天之后要签主合同。收到主合同的阿水一看，这他妈的也太离谱了，吓得不敢签。但是前面已经签了一项合同，后面的不签可就由不得你了，签就意味着可能要去 RNG 给 UZI 打替补，不管是出于职业生涯的考虑还是一个 AD 选手的骄傲，阿水都不可能选择去。不签的话可是要面临着1000万的违约金的，1000万可真有你的，原来打比赛不挣钱，签合同才是永远的神。当时很多 EDG 等中等战队都想签阿水，但一看这么高的违约金，拜拜了你来。虽然这个一项合同阿水找律师也看了，并没有法律效应，官方也不认可这个东西，但是不想赔钱就得打官司，官司一打就不知道到猴年马月去了，再加上阿水本身也是个明星选手，沾上官司对名声也有影响，所以最后无奈之下私下协商赔付了600万了事。因为阿水和他表哥的迷惑操作更是引来了校长的吐槽，想不到大 IG 终究没能斗过一个脑瘫表哥，阿水和表哥的操作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也侧面印证出了 RNG 管理层的合同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沾手的，宁愿赔600万也不敢去 RNG， 毕竟电竞选手都是吃青春饭的，谁敢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保不准让你坐几年冷板凳，过了职业黄金期谁还鸟你啊，真不愧是合同比神。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卡萨了，为啥卡萨就能从 RNG 顺利的抽身？根据网友们的消息，当初卡萨带着三个律师去签的合同，这才在转会期没有被卡住。不得不说，这波 RNG 在第三层，而卡萨在打气层。今年世界赛上最让人意外和惊喜的 LPL 上单阿乐，同样被 RNG 的一手骚操作闹出了笑话。起初在去年的转会期， RNG 因为上单的转会急需一个新的上单选手，本来看上了原 OMG 上单 Curse， 估计 Curse 看到了 RNG 的合同吓着了，转头去了 WE， 因此通知了 DMO 上单选手阿乐前来试训。12月13号的时候，阿乐还开心地表示自己明天要去 RNG 试训，如果顺利通过还可以和原来的老队友 Gala 重聚。结果第二天阿乐如约来到 RNG 基地，
结果被 RNG 管理层告知，哦，我们不需要上单了，密的火以后要变 top 火了。这一下阿乐傻眼了，这还得割人的啊，你哪怕让我打一把，最后说不通过也可以啊。最骚的是临走 RNG 某教练给阿乐转了50块钱，说是报销路费和买奶茶。好家伙，都打职业了还缺一杯奶茶喝。再说了，上海打车都不止50块钱，人家选手大老远的跑过来试训，你不仅自己爽约把人割了，还拿50块钱羞辱人，估计啊这也就 RNG 管理层能做出来了。最后阿乐也是没要这50块钱，并且把自己国服的 ID 改为50元上单，狠狠地嘲讽了一波 RNG， 这我实在太丢人了。虽然粉丝们对 RNG 的选手都很支持，但是也经不住管理层这么摆好感。 RNG 作为一个老牌电竞战队，承载了多少 LPL 玩家的希冀，但是资本不能为了赚钱就昧良心拿选手的职业生涯和前途做筹码， LPL 那么多职业战队，偏偏就 RNG 频频出事。说到底，大家喜欢的还是那些存在于我们的青春，点燃玩家热血与激情的选手，而不是一个冷血无情只知道消费情怀圈钱的俱乐部。这里是瞎鸡巴谈，喜欢的朋友麻烦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